三星伴月三千年，近万文物现真容。这次三星堆遗址发掘重新启动以来，已经出土编号文物近万件，完整器1500多件，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文物出土量。有些重要文物一出土就抓住了人们的目光，比如说我们演播室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呈现出来的大青铜面具。这个青铜面具出土于三星堆的三号坑，是目前为止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当中体量最大也是最完整的一个。那说到青铜面具啊，之前三星堆遗址啊已经是出土过多个了，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青铜纵目面具。我们也不妨啊来做一个对比，我们先来看一件1986年出土，如今保存在三星堆博物馆里的青铜纵目大面具。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双眼突出，呈现柱状，也就是纵目啊，纵横的纵。还可以看到它的耳朵啊是向外伸展的，有点千里眼顺风耳的意思哈，这显然是艺术造型，不是人体的真实形象。而三号坑最新出土的这件青铜大面具，在部分修复之后呢，也终于让人们看到了它的真容。它比刚才的那件青铜面具还要大，专家测量以后发现，它的最宽处有136厘米，高呢是75厘米，深度可以达到60厘米，相当于一张书桌那么大小。两者对比，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新出土的这个大面具啊，耳朵并不是向外伸展的，它不是招风耳，而且啊，两耳啊都有耳洞。它的双眼呢也不是往外突出的，而是一双大眼睛，而且啊左脸和右脸啊呈现不同的颜色。它的左脸是呈一个深绿色，右脸呢是被一层残留物覆盖了。专家表示说，之所以保留了残留物，是为了提取残留物当中的文物信息，这对于揭开青铜大面具的身世之谜将会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这也是现代科技考古的魅力所在。那现在这件大面具啊已经是来到了文保中心，我们请赵晶为我们带来进一步的解读。现在呢，我们就是在修复中心。那么说到三星堆的文物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浮现在脑海里的，可能就是这里的青铜面具了。因为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太有特色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突出的眼睛、阔阔的嘴巴。那么在我旁边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号坑的发掘的负责人徐飞鸿。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青铜大面具就是从三号坑发掘出来的。那么飞鸿，我听说它是到现在为止三星堆发现的最大的一件青铜面具了，你们有经过一个初步的测量吗？给我们介绍一下数字。对，这一件器物呢，是我们三号祭祀坑坑中部出土的一件巨型青铜面具。它的最宽处就是从这个耳朵尖到那边的耳朵尖，最宽呢是136厘米，高度大概是75厘米。是我们目前在三星堆遗址，甚至说整个商周时期发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青铜面具。那像这样大的一件青铜面具，你们在发掘提取的时候，会不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困难？的确，这个青铜面具呢，第一它体量很大，第二呢它的埋藏情况是比较复杂的。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一面呢是青铜面具的正面，但其实在祭祀坑里面的话，这一面是面朝坑底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一面。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呢，首先发现的是背面，背面，对，是整个器物的背面，最先露出了两个耳朵，然后呢，慢慢它那个内侧的也轮廓也露了出来。这件器物呢，其实我们在春节之前，也就是在1月底的时候，已经发现了它的存在了，但是真正把它提取出坑呢，一直是要到6月下旬，花了不少时间，花了非常长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器物啊，它不是说它单个放在那儿的，它跟其他的象牙还有文物呢，都发生着那个叠压关系，有好多，就光象牙就有近10根象牙叠在那个压在这个器物的内侧，就是这个游行的空间也叠了大概近10根象牙。那我们清理这些象牙，提取这些象牙就花了我们很长的时间，然后把这些象牙全部提取完之后呢，还没有结束，其实它这些象牙下面啊还有不少的小件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呢包括有眼形器，有有领臂，还有一些挂饰，就是贴在这个
面具的内侧，像这些，就这些空间上面都是贴着这些小件的青铜器的。我们从这个角度其实可以看到背后有很多玄机、啊、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青铜面具，这是它的一个内侧。然后当我们把这些青铜器全部提取完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大家看这边这个呢，其实对应着就是它的鼻腔，就是它的一个面具鼻子的一个内侧。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发现了有大量的海贝，就是这个，就是这里面一部分的一个海贝啊，这些都曾经是存放在鼻腔这个空间里 的。它是肯定是当时古蜀人刻意的把这些海贝放到了这个空间里面。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这个面具啊，它放进坑，它就是这样，面朝下进坑的，然后再可能把这些海贝放到这个空间里面。它不可能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啊倒下去了。那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是故意这么安置这个面具的。可是古蜀国并不靠海啊，为什么会有海贝呢？对，您问的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在商周时期呢，不光是在这边四川地区，整个在中原地区也有很多海贝的出土，特别是在一些墓葬里面都有海贝的一个出土，都是这种。这种海贝呢，目前我们那个经过研究认为呢，它应该是产自于南海，或甚至有可能产自印度洋，也就是早期的一个跨地区的物质交流的一个建筑。在中原地区呢，这些海贝有不少证据能支持它，我们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有一个货币的一个作用，有货币的一个作用。但是到了古蜀地区呢，可能情况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对他们来说，应该海贝也是一个比较珍贵的东西。一般来说呢，他们会把海贝放在鳟和雷这样的容器里面，但是在这个大面具的一个鼻子里面放这么多海贝，还是第一次发现。可见大面具对古蜀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器物。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器物。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正面，其实非常吸引我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大面具，它是泾渭分明，一半是已经清理完了，还有一半附着了很多黑色的物质，还有这个蓝色的，这些都是什么物质呢？是的，大家看到的呢，这个好像两侧的大面具正面两侧的脸的情况不太一样。其实呢，这个器物啊正在一个清理过程之中，内侧呢是基本上清理初步清理完的，这一侧呢还没有清理。为什么呢？第一呢，这一侧它主要是贴着坑底的，是这一侧。同时呢，大家看到上面有很多残留物，其实它上面呢有大量的一个信息。您刚才说的这黑乎乎的呢，其实有些是那个坑里面的土，有些呢它那个有那个混杂着一些烧过的象牙的碎屑。像这黑的有纹理的是象牙碎屑，那里面呢就有很多信息。最重要的呢，大家看这个地方，大家能看到啊，有一些那个经纬状的一个痕迹，这是什么？一丝一丝的，这个呢就是纺织品或者说是丝织品的一个残留物。大家也都知道，这次那个特别是丝织品的一个研究一个寻找，是我们这次三星堆考古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内容。除此之外呢，不光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它上面还粘了两件小件的青铜器，不知道大家那个有没有发现？一个呢是这一件，这一件呢，它应该是一个贝壳形的一个挂饰，是三星堆这边比较常见的一个贝壳形挂饰。另一件呢在这儿，像个树叶。对，像个柳叶一样的，它上面甚至它应该就是模仿的树叶，它有表示那个树叶上脉络的这些装饰，这些纹饰，这个还挺清晰，能够看得到。是的，这件呢可以多说两句，就是这个器物啊，这个小的一个叶片，它的那个制作工艺跟这个大面具呢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大面具是铸造的，用模范法铸造，然后再可能再铸造的。那这个器物呢，它是锤叠出来的，就它是锤出来的，它不是铸出来的。所以说呢，在这种小件的锤叠的器物，在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和三号祭祀坑都有不少的发现，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器物。他们可能也会是某种挂饰啊。是的，它应该是某种挂饰，是挂在某件大型青铜器上面的。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像这样的青铜大面具，它本身的表面呢还附着了很多的这个物质，也有待进一步的进行清理。也许未来啊会揭晓更多与古蜀国相关的秘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报道，春燕。好，非常感谢赵青，也感谢我们的专家哈。那对于考古学家们来说啊，不仅仅器物是宝贝啊，而且啊，器物上的残留物，甚至于坑里的填土都是宝贝。因为考古并不是我们寻常意义上我们想象当中的挖宝这样的一个概念。正是从这些器物，还有从这些残留物上，里边其实都是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的信息，包含着文明的密码。我们之所以看到令人震撼的三星堆的器物，一方面是
要归功于3000年前三星堆人的艺术创意和精湛的工艺，另一方面也要感谢一群人的默默的付出和执着的热爱，他们就是文保人员。他们数年如一日，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文物的修复当中，3000年前的文物才有机会焕发出炫目的光彩。我们来看文保人员讲述我在三星堆修文物。我们首先会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探测它表面的一些复存的历史信息内容，然后经过比方说这个 CT 探伤，我们来探究它内部保存状况。鼻子从这个鼻梁的这个右侧就会有一条明显的这个裂缝，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是用肉眼去观察不到的，所以我们会用到 CT 或者是对探伤这些来探测它的内部结构。另一方面我们更重要的是关心它的铸造工艺是怎么一种状况。那就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对它的表面的泥土呀这些进行一个简单的清理，如果说它还有局部的残损，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补配，然后就是比方说这个耳朵我们会进行一个物理性的加固和这种支架把它支起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一种状态。就是对于我们现在保护修复而言，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表面锈蚀物的去除与不去除。哎，这一看就是也是土啊，它为什么不清理啊？为什么不清理？就是因为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就是你把上面的这一层比较坚硬的这个硬结土清理掉之后，它会带下来下面的一层锈蚀，会伤及文物本身。所以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如果说这还要做进一步清理，我们会采用化学的一个方法来进行先软化，如果软化过后清理还是呈现这种状态的话，我们会保存这样一种状态。这就是我们一个试验的结果。所以就是我们在文物修复中它没有一成不变的这种技术方法，只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理念不断的在推新。对的，我们每修一件器物其实就是对每一件器物的一个重新认识，以及我们文物保护理念的再发展。目前三星堆的青铜器上啊，并没有找到文字，这也让很多人都感到好奇。如此精美的青铜器，为什么没有铭文呢？其实，青铜器上的铭文从无到有，从短到长，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正在上海博物馆的总台记者魏然，他将在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旁边为我们讲一段青铜器与铭文的故事。魏然，时间交给你。好的，老春燕，我们知道鼎呢是中国古代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最重要的礼器。那在我身旁的这件文物呢，就是大克鼎，它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更是一件举世闻名的国宝。那我们知道大克鼎呢，它重是200多公斤，它的主人呢是西周时期的贵族客，客呢是负责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会发现鼎腹内壁呢其实是铸有长篇铭文28行，总共是290个字，记载了客的爷爷施华富的功绩以及周王对客的册命与赏赐。那3000多年前的周朝，人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下重要的事件，那希望它能够世世代代永不磨灭的流传下去。那今天呢，跟我们一块儿来走进青铜器铭文，我们有请到的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研究部的专家胡嘉玲老师。胡老师您好，欢迎您。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大克鼎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跟它这个鼎内的铭文有没有关系？是的啊。大克鼎是清末光绪年间扶风法门寺任村窖藏出土的，
由于它的这个形制硕大啊，器物端庄厚重啊，并且它的在器壁内铸有这个294的长篇铭文，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这个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它在清末的时候就与大禹鼎、毛公鼎一起并称为海内三宝。嗯，您提到海内三宝，我们在这儿做个简单的预告。其实就在我们直播过后，那大克鼎马上就要奔赴北京啊，与这个大禹鼎应该是要双鼎合璧展出，就在国博啊。感兴趣的观众不妨到国博去一睹真容。那接下来说到它的铭文，290字的铭文，我们能从中读到什么样的内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史料价值？那这篇铭文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那么上半部分主要是克对他的这个祖父施华父的这个赞美之词啊，赞美他的这个祖父有谦逊的品德以及辅佐周王室的功绩。那么下半部分主要是记载周王对于克的这个赐命之词啊，赏赐了克啊有许多的这个礼服，还有田地，还有这个人口啊，所以我们看这铭文中有一句话就讲到啊，赐汝啊田于康，赐汝田于晏啊，那就说明赐给了他康这个地方的土地，赐给他这个晏这个地方的土地啊。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句。对对对，是的啊。它其实反映了一个西周时期什么样的一个制度啊？那它其实是对于这个反映西周时期啊这个分封制啊非常重要的一件是个实物资料啊。我们知道这个分封制啊是西周时期的一项比较重要的政治制度啊，通过赏赐土地和人口啊，以达到中央对于地方的这个有效的一个管理和统治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封土建诸侯。是的，而且我们看到周王应该来讲还是非常的慷慨的。对对，接下来说到他的这个书法，我们从书法角度来看一看他怎么来欣赏整个铭文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篆的书法啊。我们通常一般是把秦小篆之前的文字啊称作大篆或者是皱文啊。那么就说这边这个书法来说啊，可以说是西周金文艺术的一片典范之作啊。我们看它这个字迹啊，非常的这个优美啊，笔到这个遒劲啊，并且它每一个字我们看都在打好这个界格内啊进行这个书写啊，有点像一个田字格。对，我们看现在我们叫小学生写字的田字格是一样的哈，所以它的这个字与字这个行间的间距保持得非常好，所以整篇铭文非常的优美啊。所以说其实欣赏这个时期的青铜器，我们说很多专家都说啊，就是不仅仅需要观看，而需要阅读。是的，那说到铭文献于青铜器，最早是什么时候？那这个我们知道甲骨文是中国汉字啊最早最成熟的这个文字系统啊，但是就是在商代中期的时候啊，就是比甲骨文稍早的时候，我们在青铜器上已经发现了这个族徽铭文啊，族徽铭文啊。那比如说我们上海博物馆啊收藏有一件这个亚服方垒啊，在这件器物上来说，它是商代晚期的啊，这件器物上它也有铸有这个族徽铭文啊，主要是亚服方垒。对对，这件是亚服方垒啊。那么这件亚服方垒的话，它铸有四个字铭文，就是亚服孤竹啊，那表示这个使用青铜器祭祀的这个家族啊。就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案，它是四个字，对，四个字啊，也代表的是这个家族的一种荣耀了。荣耀，是的，还是非常的漂亮，我看。是的，是的，那胡老师能不能接下来结合一下整个上海博物馆的其他的青铜器，给我们讲一讲，青铜器上的铭文啊，究竟还能出现什么样的内容？好，商代的青铜器的话，一般就是铸有这个家族，还有包括祭祀对象的日铭啊这样的铭文。在商代末年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祭祀的铭文，但数量比较少。那么西周时期主要是比较就是大篇幅的这种祭祀祭功的铭文会比较多啊，会记载一些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啊，包括一些法律制度啊，包括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纠纷呀，包括还有一些婚姻制度啊。比如说像上海博物馆收藏这件齐侯仪啊，那它其实就是记载了就是当时西周时期的对于这个诸侯国之间通婚啊非常重要的一件实物资料啊。我们看到这个仪其实是一个盥洗的一个用具啊，其实可以用它来倒水。对，是。是的啊，那我这件齐侯仪上面，它的铭文上就记载了，就说齐侯啊，做国梦姬良女啊，宝仪啊。那么就是齐侯为他的夫人啊，来自于国的啊这位女子所做的这件器物，那反映当时齐国和国之间的通婚的关系啊。其实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沟通，这件文物其实也是体现出古代人的如何秀恩爱，是丈夫对老婆如何秀恩爱。对对对。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其实是现代人哈，距离那个时候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我还依然能读得懂这些铭文啊？那就是跟秦的统一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这个秦建立了中国。
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这个王朝啊。那么这个在其实在战国时期的时候，就是汉字啊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分化的状态。由于秦占领了这个我们说周人的故地啊，就是关中关中地区这个地方啊，所以它的这个秦文字它其实是秉承了啊西周金文的这样一个脉络，所以我们说从西周金文一直到秦小篆到汉隶，中国汉字系统是一脉相承的。嗯，好的，谢谢胡老师。我们其实看到青铜器上的铭文，其实反映的是商周时期的人们对于不朽的追求，而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些铭文也能够触碰到这一段不朽的历史。可以说，文字可以提醒我们来时的路，也可以指引我们走向未来。老春燕。青铜器不仅仅是要看，还要读啊！谢谢魏然和专家带我们读了青铜器，谢谢。三星堆最引人关注的文物啊，就是青铜器。造型各异、夸张华美的青铜器，将我们带进了3000多年前的青铜时代。走进各地的博物馆呢，青铜器一般呢也都是镇馆之宝。但是不同类型的青铜器究竟是派什么用处？很多人在打卡博物馆的时候啊，可能并不是那么了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魏然到上海博物馆青铜馆里走一走，听一听专家来讲一讲缤纷青铜器古人怎么用。在青铜馆里逛了这么一圈，你可能会好奇古代人究竟怎么使用这些青铜器。我观察了一下啊，这些器具要么跟酒有关系，要么跟食物有关。可古代人也不仅限于吃吃喝喝，这些器具呢还是祭祀的重要礼仪。所谓藏礼于器，就是这个道理。璀璨的青铜时代，光是酒器就数不胜数，这些繁复的名称或许会难倒你。爵用于斟酒或温酒，觚制是饮酒器，觥友和甲，这些都是陈酒器。有觚就有爵，它通常都是成套出现的。以前都说爵是喝酒的，但是你要想它上面有两个派，一喝就顶到鼻子，所以它基本上是不太适合直接这样子饮的。学界基本上认为它可能是绿酒的，因为古代的酒杂质很多。最像酒杯的是制，制它是其实就是酒杯，就是小型的这个可以喝酒的。看，那有一头牛，它可是上海博物馆人见人爱的大明星，不仅有着高颜值，还有着特殊的功用。它背上面有那个三个孔，当中那个孔有个锅子，把酒放在当中那个锅子里，腹内全部是中空的，旁边那个就可以注水，注那个开水进去。当时是一种温酒器，跟现在我们喝黄酒啊，温酒的原理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很有趣的地方，它当中有一个鼻环，说明在当时呢，这个牛呢已经是可以驯服，所以呢就推测了是不是当时牛已经用于那个农业生产了。周公曾发布酒告，以商代亡国为教训，严禁周人饮酒，甚至以死刑相威胁。因此商人重酒，周人重食。而说到食器，分门别类，也有肉食器、饭食器，有的专门用于蒸熟食物，有的专门用来盛放腌菜、酱料等调味品。簋是盛放煮熟的饭食的器皿，它的作用跟今天的饭碗差不多。因为3000多年前的商代和周代，人们是坐在铺着席子的地上吃饭，所以饭碗呢做得又高又大，方便使用。这是我在青铜馆发现的最有童趣的一件展品，与其说是洗手盘，更像是2000多年前的一件玩具。盘的底部趴着老虎，两侧则是角龙探水，在盘中间，水鸟、鱿鱼、青蛙的造型栩栩如生，仿佛置身一个热闹的池塘。这件东西本身呢是做得非常非常精巧的，立体的水鸟和鱼，它都可以360度这么转动。在 X 光上面呢，盘处的跟铜柱子把那个鱼和水鸟给套住在这个上面，盘的本身就是个水器。接水用的，我们现在吃饭是用筷子，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的吃饭不用筷子，是用手，直接手抓的。印象之前祭祀啊之前一种吸收力。我们现在看到所有青铜器复原的高等级贵族当时的生活场景，跟老百姓大概差了很远很远。礼记记载，晋冠少者奉盘，
长者奉水，跟盘配套使用的往往就是仪。几千年间，贵族阶层的敬守礼仪早已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延续至今。最后说到青铜器中的王者，国之重器，非鼎莫属。鼎的话，它是盛肉或者是煮肉的这样的一种器具。后来呢，它跟这个等级制度相结合之后呢，你用鼎的这个数量越多，就代表这个贵族的身份等级越高。那么在古代的文献里面有记载，天子是使用九鼎，那么诸侯用七鼎，鼎就开始跟权力结合在一起。一言九鼎，革故鼎新，问鼎中原。青铜时代为中华文明留下了灿烂一笔。汉朝以后，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淹没在时间的尘埃中，但那些与时代有关的印痕却早已刻入这斑驳的绿锈，流淌在所有国人的血液中。现在我们看到的青铜器啊，都是青绿色的，所以叫青铜器嘛哈。但是这并不是青铜器原来的颜色哈。我们不妨看一下大屏幕，在右边，你看陕西宝鸡的陕西宝鸡的这件青铜器哈，在陕西宝鸡青铜博物馆啊，有一件青铜器，它出土的时候就还保留着鲜艳的金黄色哈，就是屏幕上的这个器物。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陕西宝鸡青铜博物馆里的总台记者严星光。星光，时间交给你。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那宝鸡呢是我国非常，我国这个青铜器出土比较多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院呢，是我国最早的一个以青铜器馆藏为主要展品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个博物馆。这里出土的这个青铜器呢，不仅数量多，而且等级高，特别是它的很多地方都是有铭文的。那么这里的馆藏文物呢，是超过了48万件，其中公开展览的文物呢，就有1500余件。我们来看我的左手边这两个字，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您认识吗？我先卖一个关子，再往这边走，这里呢就是这个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这个镇馆之宝何尊。那么何尊呢，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一个文物，它呢也是国家一级文物。它最为重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它这个尊底的这个铭文里的宅兹中国这四个字。那么这可能大家已经猜到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前面我所指的两个字呢，其实就是这个尊体的这个中国二字。那么其实它的发现过程呢，也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在这个1963年，由当地的一个农民呢，是在地里发现，起初呢他以为它是一件这个废品，将它卖到了这个废品收购站。但是在过了几年之后呢，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是慧眼识珠，花了30元就将它买了回来。直到1975年，我国著名的这个青铜器专家呢，马成元先生呢，终于发现了这个尊体的铭文里的这个宅兹中国这几个字，包括发现了它这个铭文。那么这宅兹中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它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今天也是请来了一位专家，就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这个王红研究员，让他给我们讲一讲铭文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王研究员你好。你好。那么请问这个何尊里的铭文啊，宅兹中国这四个字，它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宅兹中国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中国两个字。对。宅兹中国就是在天下的中心建都，那么中国呢就指的是天下的中心，也是一个方位词。虽然呢这中国两个字呢在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国家的名字，对，但是呢这两个字呢，因为它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我们民族文化情结，最终呢成为我们华夏儿女一个共同而响亮的名字。好的，谢谢王老师。那么就像刚才主播所说的，其实呢在这个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呢，就是来鼎。那么其实呢很多人好奇这个青铜器啊，刚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它到底是什么颜色，我们继续来请这个王研究员给我们继续做一个科普。那么青铜器是不是它当初的颜色就像我们在影视剧中或在博物馆看到的青绿色或者褐色呢？其实这个青铜器呢，它原名叫吉金，器如其名，它应该就是那种金光闪闪的样子。对。
我们宝鸡呢，因为地处黄土高原的南缘，埋藏环境呢非常的干燥，因此呢，从我们宝鸡出土的青铜器身上呢，往往能看到这些鸡金的原本的这个鸡金的颜色。那青铜器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后来的这个宋代的时候给这个起的名字。我们宝鸡的这个梅县杨家村哈，窖藏出土的青铜器里面，比如说这个来鼎呀，还有这个善舞富壶呢，他们在他们身上，我们还可能可以看到这个金光闪闪的这个青铜器鸡金的这个颜色。好的，王老师呢，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其实呢，我还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件这个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呢，就是来盘。那么来盘呢也被称为青铜史书，它背后到底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我们继续让王老师来做一个科普。那么来盘为什么被称为青铜史书呢？来盘上面呢有273个字，那么这273个字呢记录了一部西周史，它和这个史记呢可以相互的印证，同时啊，这个还是一部家族史。那么在记录家族史的同时呢，又把这个西周的历史呢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呢，家国命运在那个时候呢就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好了，谢谢王老师。其实呢，宝鸡地区呢是我国这个周秦文化的发源地，也是西周的这个都城和这个宗庙所在地。当时这个时代呢，是我国这个青铜文明最为璀璨和光辉的一个时刻，因此这里出土的这个青铜器呢，数量高，等级高，而且很多都是有铭文的。就像我们所熟知的这个被称为，包括这个大禹鼎在内的晚清四大国宝，包括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个来鼎、来盘、国之重器何尊等，因此宝鸡也被称为这个中国的青铜器之乡。以宝鸡为代表的中原地区的这个青铜文明啊，和我国其他地区的这个青铜文明呢，共同构成了我们国家伟大的一个青铜时代。好的，关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这个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好的，非常感谢星光带我们探秘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谢谢。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来聚焦三星堆考古整理和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继续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赵晶。赵晶，时间交给你。好的，春燕，我们继续来看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新的文物。那么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件呢，就是从三号坑发掘的青铜器。那么我们旁边也继续邀请到了三号坑负责发掘的这个负责人徐飞鸿啊。我们看到这件青铜器，它其实底部呢是一个人像，而顶部又顶着一个尊，你们是怎么给它命名的？是的，这件器物呢，我们现在叫它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它是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它是由两部分构成。下方呢还是比较清楚的，是一个呈跪坐姿态的一个人物的一个形象。那在人物形象头顶呢有一个方板，这个方板上呢这一段这个器物啊叫大口尊，也是三星堆比较常见的一个青铜容器的一个器型。大口尊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这个是颈部，这个是腹部，这个是圈足。那么经过我们一个初步研究呢，我们就已经确认这个器物啊，它的上部的大口尊和下部的人像，它是分别铸造之后再连接起来的。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在一般这种大口尊呢，它的腹部和圈足的部分啊，都会有兽面纹的一个装饰。像这个腹部这边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兽面纹的一个形象，一幅兽面，对吧？那一般来说，我们在圈足部分应该也有一幅兽面，但是您看这边啊，这个兽面就被拦腰截断了。也就是说，它的圈足部分的兽面是不完整的，只有一半，它只到眼睛的部分。那它肯定就是当时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大口尊，它出于某种原因被截短了，截短之后再给它焊到了这个人像的上面这个平台上面。这个呢肯定是古蜀人出于某一种特殊的一个要求对它进行了一个改造。那除此之外呢，像这个大口尊它肩部有应该有六个
龙形的一个装饰，这个龙形装饰呢可以分两类，这个是跟它这个兽面和飞轮的位置对应的，这种龙形装饰应该也是古蜀人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改造，像这种龙的形象在我们的二号坑一号神树上是有类似的龙的形象的，包括它口沿里面有两个小柱子，它其实应该是三个，这个小柱子也是后来再铸接上去的，可能上方还拼接着某种其他的器物，有可能上面还有盖子，像二号坑我们出过一个小的模型，顶尊人像的一个模型，这个尊上就有一个喇叭形的一个盖子，下段呢是一个人物的一个形象，这个人物呢也是四肢和躯干分别铸造之后给它接在一起的，这里有一点呢比较有意思，可以跟大家提一下，就大家看这一段，就是从它的额头到上面这个连接的平板之间啊，有一个这个过渡的一个区域，有一个斜的过渡的这个，它其实是有意义的，我们通过比对它上面这个卷云纹，比对我们那个二号坑青铜大力人的一个头冠，我们就发现这个纹饰跟二号坑大力人的头冠啊是很相似的，也就是说啊，这一段它很可能表现的是当时古蜀人戴的一个帽子啊，确实很像一个学士帽的样子，是的，所以这个比较有意思，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对，那除了这件青铜器之外，在修复中心我还看到一件这个结构非常的复杂的青铜器，而且我听说你们考古队在私下工作的交流的时候都管它叫奇奇怪怪青铜器，它奇怪在哪里？是的，这个青铜器太特殊了，这件青铜器呢，您刚才说我们小名叫它奇奇怪怪，其实现在的学名呢我们也不知道叫它什么好，就叫它青铜神坛，也叫青铜神坛。它这个发现和确认的过程呢，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现在这件器物大家看到，也是前不久刚提取出来，上面还沾着很多土，这是在清理的过程之中的。最早呢，其实看过之前一次直播的两次直播的观众应该有印象，当时呢，其实我们认错了，当时我们发现了双臂还有这一面。它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一面啊，这一整面是冲着坑底的，我们看到的呢是这个双臂和这个现在是后脑勺还有这双腿，当时呢我们就以为是一个人啊坐在这个方座上，后来呢经过专家许杰老师跟我们提醒之后，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搞错了，其实这件器物啊，这个是下，这个是上啊，对啊，这个上，当时我们在坑里这个一面是看不到的，那我们当时呢既然搞清楚这是一个人顶着这个方形的一个坐子顶着一个方形坐子之后，这个腿对就我们就搞不清楚这个腿是怎么回事了，对，腿是谁的，咱们先按下不表，咱们先说它的一个发现的过程，那么经过逐步的一个清理，它上面压了很多器物，也压了很多象牙，那全部清理完之后呢，它的一个全貌基本上呈现了出来，这个非常的复杂，这个人啊他头顶着一个方形的一个像一个祭坛一样的一个部件，这个部件上面呢有四根立柱，立柱承托的是一个圆形的圆盘一样的一个构件，圆盘一样构件上面呢有很多这种缠绕着三圈这种铜丝缠绕的一个装饰，这种是很特殊的，刚刚八号坑的一个神兽的脖子上面也缠着这种铜丝，其实非常细，我们看到像麻花状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铜丝，对，非常细，然后也很脆弱，它其实跟现在那个铜丝的工艺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再往上它又是四根长的立柱，这个长的立柱上啊就比较有意思了，它一共有四根立柱，每根立柱上接着一套这个一个特殊的一个兽，一个龙和一个牛的一个组合的装饰，非常的精美漂亮，现在还没有清理完成，所以看的不是很清晰啊，是的，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还是在原位的，然后另两根柱子上呢它已经掉下来了，正好呢给大家正好清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它上半部分呢是这样的一件很漂亮的一个动作很飘逸的一个龙形的一个装饰，大家看这是龙的头部，这是它的胸部，然后整个躯干是往后往上这样飘逸的，这样的往上扬的，这种姿态呢和陕历博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一件唐代的鎏金铜龙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这一件要早得多，然后在这个龙上面啊，它的双爪是它们搭在一个这样一个长角牛的一个脚上面的，是把两件器物拼接在一起的，当时它应该是分别铸造之后给它接在一起的，然后这个组成一个构件，这个组合呢然后各自贴到每一个柱子上面啊，栩栩如生啊，这种这非常漂亮，这个非常精致的一个画面，它到底是一个狩猎还是一个其他的一个组合，这个还可以研究，但非常的漂亮，有很多想象的空间，是的，有非常多想象空间，你们还发现了什么，
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保存不太好，但应该也是有比较复杂的构件的，像这个也是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因为现在，目前这边还要经过一定的清理和修复之后，我们才能进行一个明确，它到底是有几件，然后它是怎么放的。嗯，这个我们先不说。刚才说到了这一双无处安放的这双腿，这双腿呢，一直到我们把整件器物啊起出坑里之后，把它翻过来，我们才发现啊，原来啊这个腿它的上半身在这个它对应的这一侧，也就是说，在这个方座上面啊，它其实是有一个俯卧的一个人的一个形象，这个俯卧的人啊，他那个上身和腿是两头翘起来的，是俯卧的一个人，然后他头上呢也戴着一个这种像方形的这种帽子，很可能跟刚才那个顶尊人像的帽子啊是同一类，也是这种帽子。然后呢，这个还没有结束，大家仔细看，在这个地方，他这个人像的一个头上面啊有一个方座，方座上呢翘起的两个部分，其实啊这是两个靴子，两个鞋。鞋对，八号坑那个神兽上面那个立人的也是这种鞋，就是这种尖头鞋尖翘起来这种鞋。这个鞋上面啊，其实还有一个构件，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青铜器就是这一件青铜的一个人，青铜的一个人像。它这个青铜人像啊，因为它当中大家仔细看这个呢，它的座子啊，因为长时间的埋藏，它变形了，它往里陷下去了，所以说呢，它当中就断开来了。其实它应该本来位置更高一点，这个部分是接在两个小腿上面的，然后这个人是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拼接在一起的。但我看这个小立人，我觉得似曾相识，很像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的，大立人镇馆之宝青铜大立人。这件立人呢，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完全清理出来，不过呢也能看出来它的造型非常生动，比如说它这个左手的小指啊还翘了一个兰花指啊，真的对，翘了出来。从学术上来说呢，这件器物也是比较重要的，它解决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就是青铜大立人手上拿着是什么啊，这个现在还是个未解之谜。对，我记得有很多推测，是给了我们一个参考答案，它这个是啊可能是一个鸟头的一个形象，这是可能答案之一吧。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徐飞鸿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时间先交回北京演播室。好，非常感谢赵晶，也谢谢我们文物医生的讲解哈。这次三星堆新发现的六个坑啊，有四位考古队员是负责考古挖掘工作，他们被称为是坑长。在亲手清理出国宝级的文物之后，他们有哪一些感悟呢？在三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要分别来听听坑长说挖掘。今天我们先来听听三号坑的坑长徐飞鸿怎么说。都很硬，很硬。对，要不然就是太深，要不然就很硬。要命啊！有头灯吗？嗯，我拿接下你手机，接下手机打个光，也就到底了。这边这么多东西，要亲命了，简直。到现在呢，这个坑南部基本上都已经空了，那就剩这个坑北边，我们再挖到最后了，感觉还是有点复杂。这个角落的器物呢，明显感觉到和其他地方的器物还不一样，复杂程度比较高。那这种不一样是为什么？所以我们是要重点要把它搞清楚才开始取东西的。因为这个坑到最后了，结果这个脚上还这么复杂，就搞得人有点头疼。当然这个复杂的情况也就说明它有很多信息在后面了，当然也要把这个工作要做好。总体来说，其实还是这个坑还是比较照顾我们的，还是东西也不少，而且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然后遗迹的话也没有特别复杂，但是到最后这个还是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反正这个东西，这个田野考古这个事情吧，总得分两面来讲。一方面我实事求是的说，不是每个工地都有这个三星堆这么好的条件的。其实咱们现在虽然说物质条件也不断的在提升，但是考古工地还是属于我们工作，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工作比较辛苦的那一类。86年挖的那两个坑，99年才出报告，等了多少年？咱们现在一下出了六个坑呢。虽然说我们的投入的人力、投入的硬件、投入的资源，要比当时来说肯定要大得多，但是这个工作的复杂程度是摆在那儿的。从发掘本身到报告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漫长，而且也考，不单考验那个工作考古工作者一个耐心，
甚至还那个考，其实也考验，很多时候考验他的那个对这个专业的理解，对器物，对我们发挖掘对象的一个理解的。其实我这个工作还远远没有做完，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资格期待下一个工作，我要把这个工作先做好。但其实每个考古工作都能给人不断带来惊喜，有新的发现。那这种新的发现的那种兴奋感，其实应该说是这个考古学这个职业或者说这个专业一个很大的一个魅力。考古学应该还尽量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的一个成果，让更多的社会各界能理解我们做的工作，我们的成果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摆在我们的一个面前的一个问题。出来之后再看看吧，说明那时候你不在，行吧，你回去忙你的事情就完了。疲惫感还是有的，就不，但是是阶段性的。那几点了？5:20，那顺利开始说吧。我先上去，跟张老师问一下，张老师下午找刘玉找的咋样？哎，张老师，我这儿应该是工地，你们想啊？哦，这个不知道呀。哎呀，哪天做梦到又进坑里了，穿件白大褂了，人都是白花花的。这就是一个坑长的日常和他的梦想。一锹一铲叩问大地缄默，一弹一篮拨除历史尘封。三星堆的考古在继续，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也在一点一滴的增进。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经说过，是考古告诉人们历史，把未知的事情慢慢变成已知。这正是三星堆新发现的题中含义。一件件器物出土的一刻，正是把未知的缺环一点一滴地补上的一刻。更多的3000多年前的文物张口说话，更加验证了文明的蜿蜒曲折和优美弹性。今天的三星堆新发现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将继续关注三星堆新发现，从金玉良缘的角度来讲述三星堆人的交流和互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